今天非常荣幸来参加金藏体艺，看到大家我充满许多的感动。去年开始，我们金藏演艺在台湾各地开始巡演，得到各界的肯定及热爱。今天正在疫情之后，我看到现场有许多来自海外的经纪人各地飞回来参与。疫情以来，我非常感谢我们所有演出的团体、所有的伙伴，包括这一次，除了有我们唐美云、歌仔戏，还有我们神武的演出，以及台北爱乐。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，能够持续传播、散播我们慈济大爱精神。向灵山塔下修。
相信今天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演出，它不只是一个表演，不只是一个演出，而是真正想要呈现2500年前佛陀最后一部经典教我们要走的菩萨道。